新任驻冈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李宗儒宣誓仪式，宣誓人就位，宣誓人就位。观礼人员就位，宣誓。于是以至诚，各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不忘对公堂及滥用人员，不徇私舞弊，不受受贿赂，无违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。谨示宣誓人李宗儒，中华民国84年9月7日。宣誓人向院长行一鞠躬礼，礼成。看看他有没有看书，去那边我是全部的，因为到公园的时候你就要早点。对，好，谢谢院长，谢谢。